过有分什么 ？M 跟 L 差 L， 小田是 M 号哦。好，我是 M 号，我给你看一看。奇怪，你穿起来怎么特好看？这两杠，它的这两杠啊，是用水洗的效果去做出来，就是它不是又另外缝上去。哦，所以它不是车线，它是用水洗洗出来的、哦。很特别，嗯，真的会啊，穿起来我觉得很瘦，而且它两杠就是时髦啊。对，就很时髦。那下面的话是不收边的，下面不收边。这样子不收边，颜色的话，我觉得是最好搭的，就是中间蓝，中间蓝偏浅一点点。就它的版型，它没有偏小、哦，因为这个是 M 号而已。小田之前 M 号臀围平放就已经有96了，然后可以到105、106左右。等一下，小田可以示范一下它的肚围。嗯，肚围还可以，两边可以放松，这可以穿到，可以穿到身。这还可以再放，两边都放开了。两边都放开，所以屁股啊跟肚子都还会有空间。除了就是说两边可以放松之外啊，后面还有调整扣，可以再调整你的腰身，所以从背面看完全就是一个女孩无法调紧的话、啊，你就是这个可以拉紧嘛，然后后面就会有腰身。哦，连后面都有腰身，后面就会有抓皱的腰身。哎，好有设计感、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以，穿起来真的还蛮好看的。我来看看它背面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小天往前站一步，对，就有，这样就看到，你看后面就有皱皱的感觉了。